头里不舒服。现在我看到一个非典，前面讲过的啊，冲出来的把非典冲了一个，滚来滚去掉到地上了啊，这个看出来磨的力量很大，磨的动了，磨的那个动力很足啊，好像比那个小飞碟的力量要大多了啊，赶紧一冲啊，那个飞碟就打滚就把掉地上了，但没有碎掉啊，还是挺结实的啊，是这么一回事啊，我看到这么一个场景，那我刚才头里昏昏的，原来是，胀了滚打了好几个滚了。是这么一个，看到这么一个场景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